你们听听，听听好啊，能够看到六道众生生死，人道死了，修得还不错，来生又做人道，又到人道来投胎了，更殊胜的修得好的到天上去了，佛报修得很大，人间没这个福，到天上去享天福啊。如果修到禅定，四禅八定，四禅能修成功，他升到色界天，四空定能修成了，他到四空天去了，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殊胜啊。《楞严经》上说他能够修成第九定，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直到第八定，四禅八定啊，第九定就超越六道轮回去了啊。佛法正德完全用戒定慧，戒是手段，目的是在定，定还是手段，目的是开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的教育圆满了。佛教你什么东西，什么也没教，你所得到的智慧的能向好，全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佛说了一句话，心外无物，没有物，没有界定，你所得来的那是科学技术啊。所以科学理念技术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啊。他能把阿赖耶的境界相找到了，这个解决了转向业相，他还没找到，我们希望在二三十年当中找到啊。那个时候佛法不是宗教，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他所找到了，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清楚讲明白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啊！要知道，最重要的要知道，是我们的本心啊！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不是二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用什么方法成佛最稳当？最快速，我们有这个条件，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那就是海贤老和尚用的一句佛号，只要你转移就是修定啊。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不中断，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是非，没有人果啊，灭智连佛法也没有。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时，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你心里有佛法坏了，心里没有东西啊，真心立念啊，没有念头啊。
心动念是无明啊，所以六根在六尘上起作用，眼见色而闻声，在这用功，用什么功呢？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知佛见。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那三个具有就六道凡夫啊，你见色闻声，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这是凡夫。佛法修行没有别的，放下就是啊。啊，就在生活当中，没有离开生活，没有离开工作，没有离开处事待人接物，还先做出最好的榜样。你要细细看，你能把它看懂，把它看明白，你就有受用了。真不难。所以有天眼好，为什么看到自己过去生生世世在六道受苦，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还想再搞六道轮回吗？错了，赶紧到极乐世界做佛，随时可以回到此地，这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啊！不但随时可以回到这个地球上，帮助地球上苦难众生啊，他同时能分身，他能在无量无边一切诸佛刹土现身说法，普度众生。这是诸佛如来帮助阿弥陀佛介绍一切有缘众生往生净土终极的目标，慈悲到基础啊，帮助众生离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落实极乐世界。那我们现在学这一大段四十八愿，那完全说明极乐世界殊胜庄严啊。这一段经文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我们要感恩的，要用心学习，要求往生啊，这就对了。下面注解说：凡夫热也之前障内，例如围墙是障。凡夫但见墙内，不知墙外之一切。那天眼呢，能见障外。啊，这个墙障碍不了他。啊，故通达无碍啊，这天眼呢、啊，又。别过天人之天眼，这就来说了，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六种神通都具足，
到极乐世界天人的天眼，云生二乘，即诸天之天眼，超过太多太多了。龙树菩萨说，二乘人中，小声闻不随意，一千界为通境。这小声闻难得了，龙树菩萨讲的小声闻是小乘四果里面的粗果，小声闻啊，不作意就是不必注意，随便看看，他能看多大的范围，一千界为通见，看到一个小千世界。那个小千世界有多大？佛跟我们讲啊，从最基础的讲，单位世界，一个单位世界，这个世界的当中有一个须弥山，须弥山的四周有很多现在讲的星球围绕，太阳月亮围绕在须弥山的当中，我们初学佛的时候都以为佛所说的小世界是一个太阳系，很多人都这个说法啊。我跟黄念老见面第一次呢，就谈到这个问题，三千大千世界，他老人家告诉我，他是学科学，他说佛经上单位世界是银河系，讲得通，太阳系确确实实是在银河系边缘是当中啊，中间在这围绕啊。那么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叫一个小千世界，粗骨虚通环的天眼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啊，就是他不注意的时候随便看能看到一个小千世界，多大的范围啊。作意呢，作意近二千国土，要作意的话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他能见到两个大千世界啊。这两个是可不是两个一千个银河系，不是的，一千乘一千叫二千100万个银河系啊，能见这么大的范围啊。大声闻，大声闻是阿罗汉，不作意能见两千，作意能见三千，三千大千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你换句话，这一尊佛的教区他通通能看见啊。圆觉学者不作意见两千，作意见三千，其大者呢
这就是大的圆觉啊，大圆觉作意不作意，借借三千大千世界事，诸佛菩萨皆无量世界善，不一样啊。我们要修成声闻缘觉都不容易啊，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在大乘经上见到过，世尊告诉我们，人修成初果，小声闻，天上人间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天上寿命长啊，人间寿命短啊，七次往来这个世间不得了啊。所以常用无量劫来形容啊，时间太长了，我们放弃八万四千法门，追求净土，专念弥陀，这一生刚才说过三年就办到啊，啊，我还有寿命不要了，三年就办到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了。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说难信之法，谁不相信？小乘不相信，大乘菩萨也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他们无论是证大果证小果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哪有这么容易啊？所以称之为难信之法啊，真相信不容易，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会相信啊。哪些人相信？凡是相信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跟净土结了法缘，根太深了，这一生当中遇到得到诸佛如来冥冥当中的加持，他能生起信心，生起原心，不是没有原因的。那这就是福祸了。弥陀经上的一句话，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三辟谷，啊，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都是过去是累积的啊，无量劫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了，有缘分遇到了，遇到就相信，遇到就欢喜，遇到就真正发愿，巴不得赶快到极乐世界。那往生极乐世界的念头特别强，这个人决定的是精进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用懂事艰难懂事设佛去来现在之事，即明见无量世界之事，可见极乐过人之通，设是佛菩萨神通，圆满的神通啊，生到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修成的啊，阿弥陀佛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管用啊，起作用啊，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这个便宜占大了啊，这就是为什么遇到极乐世界啊，遇到之后能搞清楚搞明白，哪有不发心往生的又此愿意有二说啊，他的意思有两种讲法，一者如往昔月，这两个意思都是日本经中祖师所说的啊，日本人对无量寿经下的功夫比中国人多啊，有很相当的深度，后土众生啊，也不见于住苦果啊，故不恐苦也，他没见到啊啊，这个土根众生像十方世界啊，他没有天眼，他见不到众生的苦果，所以他今天在造苦因，造作罪业，他没有恐惧，他不害怕，他敢造啊，一直呢不见住乐苦啊，没有见到极乐世界啊，所以他不肯修往生的因，不肯念佛，法藏明灭此等众生啊，法藏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啊，对这些人怜悯，选择此愿是众生也，所以他有这一愿，四十八愿有这一愿，天眼通愿又会说曰：若也未列不解一知之外，我们的肉眼愚昧狭利，一张纸就张开啊，你的剑透不过去，但愿目前思从于此啊，只缘到你眼前所看见的啊，你的思维也止于此，不见地狱众苦，地狱苦没看见，不见啊，勤修无用，不能够勇猛精进啊，没有见到地狱苦，不见净土甚落，心求念淡，对于希望往生念头很淡薄啊，为什么原因？因为看到我们今天有缘读到这部经，这部经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说明书啊，那又难得黄念老用六年时间啊，收集了83部经论，110部祖师大德的著述，用它来注解这部经。啊，经跟注
是佛说的，都是菩萨说的，不是凡夫之见呐、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感恩呐、又呈现法师说，呜呼悲哉，不见地狱恶鬼之苦果，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念力心患报谢四代呀、这都是什么？没有亲自看到，才有这一些烦恼习气现前。故望西有曰：“上求下化之要啊！”这是讲佛弟子。上求佛法，下化众生，最重要的是因苦报德之道，其为在天眼照视者也。真的得天眼之后会勇猛精进，得天眼之后知道修行重要，知道悟道非处不可，不能不超越六道，不能不求生净土。下面其二这是讲愿意有两说。那第二，如地记广其意愿。他说的更详细了。如慧素等也，前面所说的举了例子，愿心与灭我生善，因苦心尽，若尔再非真土啊！这个真土就指极乐世界。所得之一而已。那么见正若真土所得，何有净土？其土甚重，虽有天也，后见二千世界，后见三千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国，后有净土，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云居无眼，是以殊心慈愿而已。第二段意思讲的比一段第一段呢更深更透彻了。极乐世界是真土吗？金刚般若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极乐世界除外。所以我们对于真正情况要了解，信心才不逆才不会有怀疑。极乐世界是显现的，没有识别，我们这个世界是显现加上识别心现的是净土，识变的是秽土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是从诸佛十宝庄严土变现出来的。谁变的？阿赖耶变的，妄心变的。
这《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个世界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识就是妄心啊，唯心所现的华藏世界，唯识所变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在十法界，在十法界的最下的六道啊，十法界六道啊是识变的，谁的是自己啊，也就是佛常讲的心想生。我们心里面起心动念啊，想东想西啊，这些妄想能变的、啊、外面的境界是所变的、啊、那我们今天地球上的人想什么，所想的全是负面的全是偏邪的念头，没有真知真见，没有真念啊！古时候社会为什么那么好？古人所想的，从小就有人教，叫你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佛教我们想三规、五戒、十善。这些圣贤教诲与心得相应的啊，现在说是正能量啊，地球上出现太平盛世，原因在此地啊。那么现在如此想的，无论没有了，五常也没有了，三规十善也没有了，那想的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其情无欲，他想这些东西，想的太过分了啊，所以感召来的灾难啊，全世界偏重在物质上的发展，物质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会毁灭地球，会毁灭文化，死路一条。现在已经到饱和点了啊，这一代不能挽救就没得救了啊。所以地球能不能继续还存在，人类能不能继续生存在地球上，全都看这一代啊。汤恩比布斯说得非常好啊，啊，他还念念不忘宗教啊，是宗教决定不可以没有啊，是他说的话啊。宗教是神圣的教育，现在有没有了？没有了啊。经典还存在，有念的人，没有讲的人，没有依教奉行的人，有等于没有啊。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每一个
宗教的创始人，我们仔细去研究观察，个个都是伟大的社会教育家啊，通通带头讲经教学啊，弟子们乘船也是讲经教学，传到现在没人讲了啊，为什么没人讲？他没有得到经典的真实利益，不讲不行啊！老师培养下一代接班人，遇到真正的法器啊，叫你每天读诵一本经给你读。前面我说过，那是教学的方法，是用读经的方法把你的杂念妄想打掉，恢复你的清净平等处，用意在此地。现在不知道有清净平等处啊，不知道啊。你跟他说他哪有这回事情啊？所以现在宗教也等于没有了，有宗教的形式，没有宗教的内容了。啊，中国宗教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现在哪一个宗教能符合这个意思？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示范，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走的，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中断。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说多久了？极乐世界到现在就10劫了，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教学10劫没中断的。人是教得好的，佛带头做好榜样，身心研究，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不是没有原因而来的啊！人是教得好的，企图慎重，虽有天眼，或见2000世界，或见3000世界，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诸佛诸啊佛刹了，微尘数佛国，或有净土呢？其土菩萨虽得天眼，而不能呢圆具无眼。是以殊心自愿呢、而已。这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愿，把原因说出来了。啊，故愿成就文，这里面说入眼清澈，迷不分了，天眼通达，无量无限等，为得于天眼，则圆得无眼。本经第30品中，这
是在后面说，彼佛刹中，一切菩萨修行无言，是其真也。这证明啊，《金刚经》上说，如来无言圆明，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修无言圆明。那么换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就得佛的天眼，菩萨天眼都不能比。这种殊胜的利益到哪里去找？往生到极乐世界，超过一般修行人，一般是修八万四千法门的人，超过太多了。一下就把你提升到无言圆明，就是修行无言的。是以明见陈述佛故，尘是微尘，微尘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宇宙，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即是刚刚去往生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如来天眼。那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你得到的是弥陀的天眼，阿弥陀佛加持你的，不会说加持你的天眼跟他相比降一等，不是的。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他的天眼能见到的见，这个见量跟你是相同的。弥陀的恩德，弥陀的悲愿，弥陀之所现，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向他学习。我们永远追随。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一定要学开显老和尚。全心全意奉献给这个世界有缘众生。为什么是有缘众生？他相信，他接受我，全心全力帮助他。无缘的人跟他讲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他听不进去，那就没办法。所以大乘经上说，佛不度无缘之人，不接受就没法子。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清楚了，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的天眼，就是圆满得到无眼。明见陈述佛故，明照众生，思此生彼，既生彼无常作佛事，是此愿之甚也也。
生是畜生，一是利益啊，这一缘无比殊胜利益啊。下面是念老给我们解释的，盖其意为，若为此愿之起，行为灭恶生善与念苦心乐，此尚非极乐真经过人之真实利益啊，不知极乐国土天人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所过，千德天眼皆能圆具慧眼法眼佛眼与本具之肉眼，无言圆明的受用无言，是以能见尘俗佛故啊，并明照众生生死去来种种之相，于是可以救济群生利药万物，此方是本愿殊胜利益。上至两数，后者呢切尽弥陀本愿，弥陀本怀确实如是啊，这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啊，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信心就升起来了，怀疑放下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决定没有怀疑啊，经上所说的我们全盘接受啊，不是局部的，我完全接受，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要恳切啊，要时时保持这个恳切的心愿，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像海鲜老和尚晚年年岁大了，真的想早一点去啊，佛给他的使命也是让他种圆满的善根啊，接跟这个大时代的众生接殊胜的法缘啊，我们把它连串起来，下莲老慧心，华念老做主，啊，我们后面这些人来流通，啊，老和尚最后给我们做总结，给我们做证，我们相信。往昔曾经在经中里面借的这些缘动的是善根，遇到之后啊，这一生就成熟了啊，决定得生净土，生净土等于成佛，为什么？他的智慧神通道理与阿弥陀佛相等，他有能力同时随处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这里讲微尘数诸佛世界苦难众生做接引呢啊。
度化这些众生往生极乐，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是法性身。凡是讲到法性，没有数量。那这个地方没有所谓的时间啊，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也没有所谓的空间，四方四维上下没有。啊，是一个不思议的境界。变法界、虚空界多大，极乐世界就多大。啊，这个世界样样都是不可思议。往生到达，你完全知道了。啊，怎么样解说都还是有限的。所以希望我们真心切愿，依据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心里面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这才叫清净心。啊，提升到平等心就开悟了，就是离业心不乱。听耳同悦，四十八愿第八，啊，听耳同，去听，这就是听耳。下面这两句，知是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念不取正觉。这一段呢，是把前面天眼通通包含在其中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听知。是佛去来现在之事，去通的意思，明的意思，明白了，明了了。是佛呢是空间啊，四方四维上下，这叫是佛。去来现在就是过去、未来与现在，这是指世间啊。去尘上虚命同念，指知十方过去。无量劫中许命所作善恶之事，习戒动事彻听，这是说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本愿就是四十八愿，换一句话是四十八愿上所说的他们通通得到了啊，这个是无比殊胜。这些都是自心的本能，必须要靠修定，
才能够恢复正常。修定的时间要很长。那如果说照这个经上所说的，设防三十，所作善恶，没有一样不知道的，这都是事情。那念完后面这一句说，以下言知十方未来与现在之事，在第七天眼同源，与第八同样天耳同源。这个要发身菩萨才能证得啊！发身菩萨就是我们常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有这个能力啊！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个世间修行，要通过四禅八定，到第九定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往生到四圣法界。声闻上上提升圆觉菩萨佛，这一个层比一层困难，一层比一层时间要长。这是到哪一年呢？年不行啊，年太短了，是哪一劫你才能修成功啊？可是念佛往生净土的人，他一生就得到了啊，是不是他修得的？不是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他得到了啊！你看了，不得是愿，不去证据，阿弥陀佛证据就成佛了，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换一句话是，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啊！我们决定不能怀疑。我们求生极乐世界，也不过用几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为什么？因为这种能力是自信本来具足的，那我们不过是一时迷惑，它不起作用。不是它没有啊，它有啊，啊，只是不起作用。阿弥陀佛有能力，有这个本事，能帮助我们快速恢复啊！这也是十方菩萨，特别是六道众生，为什么要念佛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在极乐世界恢复自己的本能，是轻而易举啊！尤其是转世成智啊，转八世成四智，太快了，快得
叫人不敢相信，所以这个法门又变成了难信之法。希望我们同学对这个法门首先信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切诸佛、佛菩萨决定名望语，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我们对这个要这个怀疑，那就是善根福德不具足啊，对这个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那就是善根福德具足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往生的人要具备什么条件？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的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善根是什么？信，真正相信这个人有善根啊。福德是什么？愿意去啊，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人福报现前了，大福报。在我们这个世界，人间天上的福报都比不上他啊！他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弥陀弟子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尊重啊！一看是弥陀弟子，另眼相看呢、啊。啊，三道极乐世界，等于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不是他自己修来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他就得到这种加持得到的管用。不什么管用，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缘分，那就是我们能得人身，遇到这个法门，又遇到净宗啊，还遇到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是缘呢、啊、因缘我们具足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的善根福德啊，暂时还不想去，信心里面还有一些问号，这是我们善根福德不足，有没有方法把它补足？有，勇猛精进啊，听经念佛就不足了啊。经典对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帮助我们破迷生信，帮助我们发愿求生
真正啊，从读经下手，把这部经读上三千遍，将这一部注解看上三十遍、五十遍，就不足了。一定的是一心专注。啊，经文里头说：“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经中彻听是佛未来现在之事，是第八天耳通愿，又名天耳智愿。此地这六种神通都有个智字，说明恢复本能，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是什么？在眼是见，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在耳是闻，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所以也称天耳之通。听耳，知色界诸天人之耳根，能闻六道众生的欲言。那注意，这个听耳是指色界诸天十八层天，无色界，他们有形象。你听不到他的，啊，那么说明他不是讲的欲界六层天，欲界六层天报得的，色界十八层天是修得的。四禅八定啊，天眼、天耳通现前，他的能力能闻六道众生，能见六道众生啊，六道。从色界十八层天一直到无界地狱啊，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众生他们的语言，你通通都能听到，不但能听到，而且你都能听得懂啊！你没有障碍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全都了解。即远近粗细一切音声，这是讲的医报啊，居住环境里面山河大地自然现象，这里头一切音声呢也都能听到。会所里头说听耳通者，
且障内障外，苦乐忧喜，以于因身，没障碍啊。啊，我们有障碍啊，他们没有障碍啊。那他的范围是整个六道轮回，正愿为一文为过中天人，不得听耳下之文，不千亿莫由他，诸佛所说不习受持者，不取正觉。为一地问，彼会基本文字上啊，多几个字，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啊。可是会基本也会得好，言结意赅啊，用的文字少，意思很完整。极乐世界的天人，有听而通，他的能量下至文，不轻易诺由他，诸佛所说这一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们经常分身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去供佛啊，供佛修佛，听经闻法是修慧呀啊。这个地方是闻佛说法啊，复慧双修，他的本身呢没有离开极乐世界，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在阿弥陀佛身边呢，啊，那我们会怀疑阿弥陀佛一个人每一天往生去极乐世界有多少人，真的无法计算了，太多太多了。你看看讲祝福国土啊，都说别轻易诺由他，祝福国土，这一个祝福国，一个佛国土里面一天去往生的有多少啊？我们这个地球不多啊，但是整个银河系就多了啊。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小世界，范围不大啊，在我们这个小世界里头算是一个洲地球啊，南瞻部洲啊，南瞻部洲就是地球，你就想到地球上往生的人有多少，不多啊。那太阳系里面往生的人
银河系里头往生的人啊，银河系是一个单位，单位世界啊，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生一个银河系，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三千大千世界，银河系是单位世界，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为单位，即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个中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它有中小千、中千、大千。叫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千世界啊，多少个银河系呢？一千乘一千再乘一千，是一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的教区，这个教区里面的众生，念佛的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人数就太多了，一尊佛就数不尽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所以你想想真的是无量无尽无数啊，我们无法想象，叫不可思议。这么多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然后再想想，每一个到极乐世界去的人都要阿弥陀佛去接引他，没有阿弥陀佛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那么阿弥陀佛时时刻刻，我们讲分分秒秒，他都要变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干什么？去接引往生的人。啊，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了，我们在阿弥陀佛大讲堂听到了你讲经说法，同时他分身无量无边，但一切诸佛刹土去接引往生的人，我们读经的这些地方要留意 啊为什么？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们六通的能力跟佛差不多，于是我们一定也是分无量无边身啊，阿弥陀佛分身去接引众生，我们分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闻法，本身没离开弥陀啊，这是一路福慧双修啊，这多快乐的事情啊，在极乐世界完成啊，然后想在极乐世界成就，为什么那么快？
不仅是弥陀教诲，亲自教诲，同时接受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这地方能不去吗？这地方能不信吗？真搞清楚搞明白，肯定得下定决心，我非去不可，我现在就要去，我不愿意此耽误。啊，现在能去你还不去，那就像海鲜老和人一样，一点瘦阿弥陀佛的嘱咐干什么？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做一个好榜样给佛弟子看，给净宗弟子看，除这一个理由之外没有第二个理由。人虽然留在这个世间表法，心里头确实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了啊，不再有障碍了。那么虽然在此地因为外面放下了，实际上障碍也没有了啊，在这一种种挫折障碍，那都是表法以喜给世间人看啊，自己呢实际上跟住在极乐世界没有什么差别。念佛再举唐一本来看，看唐一本的文，故中有情，不惑听耳，乃至不闻，一眼冒有他拜前于山闹，外所说法者，不取证据。于山闹。翻作游巡是印度居立的里程的单位啊，有大中小，前面我们学过大游巡有说80里的，小游巡60里啊，这个中游巡60里，小游巡40里啊，没有说中小决定是大啊，大游巡一个游巡80里拜请于山道外说法者，不取证据，能听见的不到一切诸佛刹土，就在极乐世界也能听见，那能听到，好像我们现在收听电视一样，网络一样。啊，我们收的空间不大，啊，还不能普遍全球。啊，在地球上这个局部一部分，到西方极乐世界，看的能力，听的能力。完全没有障碍啊！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都看到，都听到，准上可知啊！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就知道了，极乐天人的儿童，远超
体之福，比不上啊，差太远了。啊，不但普闻十方声音，且能听无量诸佛说法了。啊，十方一切声音听得到，一切色相看得到。啊，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听诸佛说法。借诸佛的相好，闻佛说法，这个功德大了。幕后这一段，陈宪大师他老人家说，此通之晓，提醒我们这个神通太重要了。为什么？地狱众苦之神，恶鬼极恶之神，你看到你听到啊，听了动不动心，闻之，这个证字可能有问题，你能在下面住得很好，或者是证，或者是居之物啊，那我们就念闻之，具增大悲之心。你听了，你看到了，你会生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要不要去帮助他？这个在地狱恶鬼受鬼的众生，受苦的众生，与你有缘，你立刻就认识认得他。过去我们在六道轮回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处所遇到过这个人，跟这个人有关系，说不定父子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有关系。佛不度无缘之人，有关系就是有缘，有缘就是你去跟他说法他会听，没有缘的他不接受，有缘的他接受。所以化身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岂不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是福慧双修，下化众生是救苦救难啊，引导这些有缘众生入佛门呢，引导他们呢求生净土啊，通通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这叫行菩萨道，前塔简乐，这是八部归神的两种。前塔婆金那罗啊，他们是天地的乐神，这个天地
是逃离天王，我们中国人称它做玉皇大帝，玉界第二层天啊，是天宫里面的月神。集会的时候，他们来左右，啊，这是乐队的，像队长一样，啊，他们指挥这个乐队的，苏檀琉璃之琴，其音呢，普文词大千，三千大千。世界之乐吧，啊，这是陶立天。陶立天的这些乐神也了不起，啊，他们弹的琉璃琴，音声普遍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有缘的能听到，能看到。那他能现种种瑞相，今天听谢宗的谈话，他父亲往生90多岁，犹如天佑，犹如瑞相，有人看到莲花在空中，而且时间很长，啊，看了几分钟再消失，啊，几分钟的时间说明不是眼见看花了，啊，真见到了。那么由此可知，诸佛菩萨这种无比祥瑞之相，那微妙的乐音，确实是遍大千世界，还不止。应该怎么说呢？遍法界虚空界，只是我们的眼耳要长。恢复本能，本能就是天眼天耳，你恢复啊，修行功恨帮助我们取得果位，果位越高能量越大，但是唯一不相同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六种神通的能量几乎跟诸佛如来差不多，我们要相信啊，相信的人有善根，不相信的人善根不足啊。比较容易见到的瑞相音声容易听
意象闻到的。我相信有一些同学有这些亲身有这些感应啊，那么这些感应时间虽然不长，真有不是没有。我们从这个里面冷静去思考，去体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都可以作为经论里面真实的证据。增长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愿心，决定求生净土。该放下的要放下，不该放下的也要放下啊，恢复清净平等住。经典上这五个字是修学的功夫啊，得清净心就是证阿罗汉果，得平等心就是三贤菩萨，觉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学佛学成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修行古往今天的上半段大乘表智慧，无量寿表福报，啊，庄严代表相好，统统去做，有因有果，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够得到大乘无量寿庄严。那因自性本具，果也是自性本具，神仙诵经之言，闻之常乐极尽之动啊！神仙在那是动佛啊，神仙所住的地方，啊，观诸佛说法。闻悉受持啊，菩萨对谈呢，听兵可量，问题就是我们自己要修的这个功夫有不是没有。啊，古籍里头记载的有很多，啊，总是现代的人烦恼比过去不说太远吧，中国人讲一家子60年，这60年的变化太大了啊，60年前的那些人比我们现前社会的人
喜。为什么？他们烦恼比我们现在少。那我们现在的烦恼比一下子之前，我相信增长100倍都不止。那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烦恼增长啊，就是障碍的增长啊。天天增长，对于经教里面这些很深的意趣，就很难体会。那诸佛说法，菩萨对谈，与我们缘分愈来愈远。情境有时候就遇到，我们真有普贤菩萨舞台，确有文殊菩萨普陀的观音，在早年一家子之前，感应很多。潮汕的人回来告诉我们，现在交通便利了，公路开上去了，人可以不必走路，甚至还有拦车。那可是这些感应都没有了。那这是我们人，现代人仗着科学这些工具要征服自然，天人这些祥瑞就不见了。那么我们细心想一想，一家子之前的人跟我们相比，在生活的感受，恶多苦少啊！现前我们社会大家所感受的苦多乐少，甚至于完全没有乐。现在的乐实在是麻醉呀。此为乐，真正的乐没有了，一生从来未遇到过。那黄河道德讲堂里面的学员们，他们的心得报告我们听过就明白了。那所以身先教育不能不学，不能不解，不能不信啊，最好能真的
圣贤教诲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变成自己的工作，待人接物，真得到受用。